刚有人免费送我通行证诶，哇哦，太棒了，这人真的很好，感谢。这样可以领一下。Let's go。通行证就是爽。这样我应该马上可以拿到史莱姆了。对，拆一层。Let's go。啊，对了，30订阅了。原本想说要送掉这一只角色的啦，后来想了想，嗯，哦对，就这个啦，这人送的。后来想想，我还是送掉 Racky。对对对，这个角色，盾勇的女主角 ，Let's go。盾勇女主角应该整，就是，对啊这个啊，我现在想要打复试欸，哦 OK 我好友加入了 Let's go。 欸，好友，对对对，刚那个 JO 这也是我好友，但我现在没有要打。干嘛？OK。这还蛮好的啦。OK。看一下成长可不可以进化了 ？OK， 还差一点点。不知道网路会不会爆掉，我还是先 ，Let's go 最后一关。希望网路不会爆掉啦。OK， 多亏刚那个 JO 什么JOHN 那个人啊，他把那个分享给很多人。把那个订阅连结分享给一堆人，让我在今天内达到30订阅。Let's go。想要
Bracky 的人在下方打加一。用这个来测试网路有没有爆掉的。这就是 Gun Girl 一。对，嗯，因为我还需要空军，所以我好像暂时没有办法送人。这样我已经有羽绒了啦。羽绒其实就够了，但，对对对，啊，我好像在挂机。买 VIP， 买个阿正在挂机。快可以进化成太阳。还好现在主线刚好是打陈太阳的，不是打陈太阳材料啊，对对对，材料不是打陈太阳，不是。他伤害是哪里来的？我没有看到。哎，那角色放在哪里啊？哎，是我眼馋吗？还是他们都是……哦，这里，我为我放了两个羽绒，柠檬红茶，柠檬红茶。是柠檬红茶 ，OK，OK， 好，柠檬红茶好喝，OK，good，OK，good，good，good，yes，very good。为什么格雷没来攻击啊 ？What？What？ 格雷坏掉了。
我们不是透过刷账号嘛，他就是一直分享给别人。刷账号就是没用行为吧？刷账号就是假的啊！虽然这样有可能吸引更多人来看，因为你订阅越多，代表你可信度越高嘛，大家愿意看你影片啊，所以说这样，或许有用欸，但我不会去刷的，好吗？这好可怜，他没有真正的朋友，哇哦！他不把我当朋友吗？不是。谁打字谁过期？哇 ，CNBGN， 不是。招式也是打，超大的。超大龙卷风 ，Let's go。他升级有贵啊 ，My God！ 那他加升级万伤害一，就是说他最后伤害变成37万。OK， good。OK， 差六等，结果伤害比较低，还是有加那个猪猪的原因吧。OK， 这是 Star Pass 第一个角色哎、欸、，Nice，Star Pass 第一个角色，终于拿到了，我也有，就是刚才他送我的，不是这个，哪是那个 John。对 ，JHN， 不知道你们翻译是约翰还是让，不然。My God， 这 boss 的血量十几万哎、欸，现在马上要被秒掉了。其实我想 replay， 因为正在拿陈太郎啊。
希望不会宕机。对，我等一下就一直按框按 L， 就知道有没有宕机了。你按 L 可以召唤出那个翅膀。希望没有宕掉。那其实是 Robux 的 bug， 但不知道为什么只有我有那个 bug。哎呀，没有宕掉，没有，很好。现在有这个倒数计时就没事了。通常啊，希望是这样。OK， 没事。我真的超紧张的，我超怕宕掉。What？ Oh， it's bad。欸，真的很好，好不好？哦，单体攻击也是很好的啊，不要欺负单体攻击。哦，五条悟哦，OK， 五条悟其实也是很好，是我因为我要用它的意思。因为我拿不到五条悟 ，bro。现在才发现一件事情，我终于气死人了！哇、wow ！哎呦，现在没有人能打。OK 吧？我这是要。放拉姆，对，我还没有测试过他。哇，怎么没有人在打这个？哦 ，Powerful 二哦，我想说为什么没有人在打？这个冰桶直接把它冰掉，我这胶冻超强的那
就我到今天才知道，原来羽绒可以用抽的。然后我还在那边花一堆宝石去抽三星的羽绒，还有去浪费时间打巫师。Oh my god！ 居然现在才知道，太衰了吧！终于出来了，终于不是用打的，不他该会不希望录他吧？完了，这样还要再把熊剪掉。我会把它删进去的，好吧？对啊，不然我在干嘛？67000的伤害。
哇，这两个差距差太多了吧？一个是一万多，一个是六万多。打到 boss， OK， 这 boss 的血量还是很惊人。疯狂冰冻这个 boss， OK 吧。应该有拿到了吧，不要那么过分。希望是有啦。还有希望这次不要宕机。七二，七十二等人甲那么快，妖兽那么快，很好，下一个，我直接去进化。哟。终于到这一刻了 ，Let's go， 嘿嘿嘿，神太郎，这是六星的吗？怎样？干嘛交易？哦 ，John 加入了 ，Let's go。看看，爱看什么啦？陈太阳啊我陈太阳又不能交易，有啊，这样不能。你好，对，你好，你很好。陈太阳六星。正反诶，干嘛一直叫我跟他交易？好好好，无限是走这边吗？应该吧。刚是求交易了啦，求什么交易？OK。一样啦，哦没事，我以为要是免费送我，这么爽，
算了。然后先开就好了啦，我觉得。OK，有。但我不想要有。Come on, legendary. Come on. 这样就不会有了，对吗？还好，一只猪也是很烂。对，为什么要收集这么多李维嘞？我就是这样那个。他只是害菜塔了。完了，他真的装备那个拆塔球是，很好，crash the tower，let's go，那我是不是？OK，我看先结束好了，等一下再录另一个打无限的影片。拜。